玉骨遥根据苍月小说《朱颜》改编，由肖战、任敏、王楚然、方逸伦等主演，蒋家俊执导，讲述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恨情仇，共同守护着空桑王朝的故事，估计会在四月份左右由鹅厂首播。一、朱颜。二、石影。饰演者肖战，出生于1991年，饰演的石影是空桑皇太子、九夷山大神官，孤傲清高，才智过人，为朱颜放弃天下。肖战歌手出道，近两年开始活跃于影视，饰演过《庆余年》中的严冰云，可谓是全剧中第一男神，他比较适合这种高冷的角色。三、纸鸢。四、白雪露。五、青刚。六、崇明。七、石宇。八、白雪英。九、大司命。十、蓝曦桥。饰演者于轩辰，出生于1997年，饰演的蓝曦桥为蓝族王子。于轩辰阳光帅气，很受广大女生喜欢，也是最近热推的年轻演员。玉骨遥剧情很唯美，小编感觉有点像花千骨，大家认为会怎么样呢？谢谢大家浏览，有不同意见的可以评论交流。